管停车的？嗯。那停车费算啥子？那现在是我停车有收费了。怎么不收费种的？这个罪不是你啊的，咋不收费种的？哦，多少钱？10块钱。哦，打了啊。嗯。来。现在收费站组的长这漂亮了。啊。我也没怎么见你，我收费现在收费组长这漂亮了。长得漂亮啊？还好呀。我你不大，长这漂亮啊，你这收费可惜的嘞。骚动。我是不大呀。我还年轻呢，我还小呀。哥俩，我长得长年年小巴巴了呢，你这收费真可惜的。那在外三不四五不整都好呀。还好。好啊。嗯，过得好的不得了。找你九十嘞。嗯，九十个了，嗯。老板讲话会讲的。你我们的公司哦，现在缺个人，你这个收费慢真可惜的嘞，耽误的嘞，你动公司上班呢。妈呀，我等我下岗干熟嘞。照这样，这个买环境慢，我熟悉，我等这一批慢混惯了，那到你公司去，我怕不熟悉，你晓得。下岗干呗。这个雇主，你长这漂亮，这个收费真骚动。妈呀，可惜的了，嗯。还好吧。耶。我这有十块钱的嘛，刚才没在子呢，有十块钱。有十块钱，你有十块钱你讲啊。刚才没在子。我这会儿还缺单头。哎，有十块钱吧，一会儿还。啊啊啊！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不谢不谢，谢谢哈。妈，这人越来越漂亮，你这嗯，这收费真我真点你可笑。哥俩。嗯。是漂亮吗？妈，我玩了一下，啥时候的？嗯，妈。哥俩。弄我走了。啊。弄我走了。停这下就走了。我刚才来接人了，我又听说接个人了就走呀。那你停这下就走什么去啊？啊。就停车还是走什么行？你这没得几分钟了。那是刚搞不好是噻。哎呦，停车还我什么行？妈你妈妹子，你这不但人长得漂亮哦，你心还得好。心真好，可能干么事嘛心好。哥，长得在做嘛听着看的。是你心真好。下回停车还是你来咨询我，替你在路，你告诉我，告诉我的话，你来我的，你丢个位置。别生气。哦，走。妈，下回来你告诉我啊。你短裤子什么呀？妈，我不黑了，我就等我下岗走了。真可惜了，可惜了，让我走。嗯，你家也漂亮。妈，没你漂亮。五一点了，哥的。五六，五度了。奶奶，你在这啊？感谢你哦，感谢你哦。嗯，好的好的。来逛嘛啊！招，好，再见。嗯嗯。下午五点。